文笑，这是这一季的设计稿。这次我融入了当下所有的流行元素，今年我们的产品一定会成为夏季的爆款。我定制的衣服做好了没啊？喏，是按照你给我的设计图完成的，不过我做了一些修改。我就喜欢你的这种随性。哼，这不叫随性，这叫精益求精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位美女。帅哥，这样搭讪是不对的。你是我粉丝是吧？我想你可能是误会了，我看的是衣服。这衣服啊，我朋友设计的。山寨是投机取巧、钻法律空当的行为，在法律层面上已经侵犯了著作权、商标权一系列权益问题。现在网络上销售的山寨货大部分都有侵权的问题，而且我们公司所有的设计都已经申请了专利，所以我必须要对这种错误的行为进行严厉的遏制。小心！对不起啊，我赶时间。鲁莽，简直是！小偷，站住！稍等，小偷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我。不要装傻充愣，把钱包还给我。喂，丁总，衣服的来源找到了，是个网红。网红？他大部分的衣服都是在一个叫消逝光年的制衣铺里定制的。店主叫什么？他叫炎夏。你应该认识聂思琪吧？炎夏小姐。你跟踪我？真不好意思，他穿着我们公司设计的新款出现在了酒吧里，正好被我撞见了。我叫你呢，不理我啊！偷我东西还非理我啊！现在恶人先告状，有钱请律师了不起是不是？你要告我是吧？好，告我，我也告你，告你偷东西，告你非礼。我这，给我站住，别跑！是男人就把车给我停下！气死我了！这么大一家公司跟我这个小店铺计较什么？算什么英雄好汉？卑鄙无耻下流，还不是拜你所赐。你说也就奇怪了，他们一个说要雇我，一个要告我，这算什么呀？你问我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哎，你不是认识那个名模许墨尘吗？他在公司应该威信很高，要不你打电话问他一下，不就什么误会都清楚了吗？那三件衣服是你拿到我店里让我修改的，怎么可能涉及到剽窃？是不是又是那个心理变态的小偷想报复我？笑起来可真帅啊。你呢，先不要着急，这件事我来帮你解决。不过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件事情，等律师韩风波结束以后，我希望你能来我们公司上班。我没听错吧？没听错，现在就去找那个心理变态。哇！文晓，答应爸爸，无论如何。文笑，你的决定还真让人出乎意料，你居然起诉消失光年。如果不起诉的话，就会让剽窃者更加猖獗。你身为 DI 的总裁，就应该站在公司的权益去考虑。我起诉剽窃者难道不是在考虑公司的权益吗？ DI 这一季的设计在市场上有渠道吗？如果有就尽责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干嘛要浪费精力？
我不是否认灵山的能力，但是人总是会遇到自己的瓶颈。这两年公司的运营状况，我想你比谁都清楚，就不用我都说了吧。你也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灵山身上，我也有责任。护短也要有个限度嘛，丁总。现在眼下最重要的是 DI 上市的问题，灵山也需要新的刺激来激励自己。说不定你山寨祸根的情况是上市的契机也不一定，你自己考虑吧。我觉得那些点缀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。麻烦你尊重一下原创行不行？今晚的发布会最受瞩目的可就是被修改过的几套衣服，半年内完成目标，光靠灵山一个人是根本不可能的。如果能把你所说的山寨祸根变成设计部的生力军，我想 DI 上市还是有希望的。喂，麻烦你帮我撤回一下对消失光年的起诉，还有再帮我拟一份合同。真的被告上法庭了吧？别说爸留下的店铺不保，我都可能要坐牢。哎呀，许墨尘啊，许墨尘，大模特，我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。许墨尘怎么会来这种地方改衣服？他到底怎么想的？这个混蛋，最好别让我见到他，否则我见一次打一次。处理得怎么样？是你啊，啊，穆总监，丁总怎么没来上班？丁总他上午有一些紧急的事情需要处理，会晚点过来。您找丁总是有急事吗？哦，没什么急事，等他来了，麻烦你通知我一声。好的。很惊讶吧？我也很惊讶，我怎么会来这里？我这里不欢迎你，麻烦你用瞬移离开。瞬移？你是在开玩笑吧？咱们是两个世界的人，你听不懂我说话是吗？好，那我给你解释一下，瞬移的意思就是你现在立刻马上从我这里消失。我不跟不讲道理的人打交道。那我要是不走呢？那就别怪我用武力解决了。看来你是不想和解了。和解？你说不告我了？现在有共同语言了。要想撤诉可以，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啊？把这份合约签了。文潇向来不会迟到旷工，他到底有什么急事啊？想什么呢，设计师？我问你，
文笑最近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凌山，别担心那个职场精英，他做任何事情呢，一定有他的理由。任何事情？丁文笑，霸王条款这么多，咱们先不说。你试用期三个月只发基本工资，哎，就这合约，只有傻子才会签吧？你放心，我不签，你打死我我都不签。那你就是决定让我起诉你剽窃 DI 的设计了。如果案件成立，你将赔偿 DI 一整季度的损失。你觉得这是三个月的工资能解决的吗？哎，我说你这人，你经营这家消逝光年制衣铺应该很费劲吧？不然你也不会给 DI 投简历。再者，以你的资历，你到哪家正式公司上班都会被刷下来。我现在是在给你机会，不是吗？这个家伙说的没错，但我也不能这么轻易就答应吧，否则一定会被他看不起的。好了，不要再潜台词了，你在我面前就是个透明。好，让我签这个不平等的合约也可以，但是我也有我的要求。只要合理，我都可以接受。不可能 ，DI 不可能再去招聘新的设计师。文笑作为总裁，上市的责任全都压在他的肩上，但是 DI 的销售业绩始终达不到上市的标准，你知道原因是什么？什么业绩不达标？看来文笑还是没有跟你说实话。你自认为自己的设计完美的无可挑剔，但市场上的接受度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高。文笑用尽了所有的办法，才勉强支撑住 DI。如果你想帮助文笑还有 DI， 就应该接受新的设计师，帮助 DI 完成上市的计划。新的设计师是谁？消逝光年制衣铺，言夏。把我钱包还给我。我没偷你的钱包。你说没偷就没偷啊？你当我傻？好，既然你说我偷你的钱包，你说吧，里面有多少钱我还你。你看，承认了吧？我没时间跟你废话，有多少钱？我不要你钱，我只要我的钱包。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儿？我没偷你的钱包，拿什么还你？我不管，只要我的钱包出现在我的眼前，这合同我立马就签。我喂，林山。文笑，你现在在哪里？你有什么事吗？你是不是在消失光年制衣铺？不管你现在在哪里，立刻给我回来。好，我半个小时到公司。是不是只要找到钱包就立马签合约？对。好，我会再回来找你。姐，刚刚外面那人谁啊？神经病。神经病？不是吧，我看不像啊，那长挺帅还开名车呢。小小年纪谁教你这么庸俗的？开名车就是帅哥了。我告诉你，就刚刚那个人，他脑子有问题，不要被他的外表所蒙骗。哎，姐，你是不是让人给非礼了？我说那人怎么走这么匆忙？哎，你姐我是那样的人吗？想什么呢，一天天的。你是不是这样的人我不知道，但就你这股凶蛮子劲，八条街外的人都知道。姐，再动粗，不然九条街外的人都知道了。喂，姐。说吧，这么着就找我干嘛？当然是来拿卧底费啦。哦，对了姐，我听妈抱怨说你被告剽窃，怎么回事啊？
刚刚那个人是 DI 集团的丁总，不小心剽窃了 DI 的设计，他一定要我签什么合约，如果不签就告我，合约上什么试用三个月。哎，等等等等 ，DI 集团合约？哎，不是姐 ，DI 集团不是你一直想进的公司吗？这么好的机会你就……行了行了行了，你这小孩不要管这种事情。钱，好好当你的卧底，不该管的别管，赶紧走，我还有事呢。喂，丁总，这次新品发布会除了许先生穿过的主打款订单达标，厂商对其他款式并不是很满意，但之前穆总监已经联系工厂预定了部分款式，如果这样的话就造成了库存积压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来处理。文笑，你为什么要瞒着我？我瞒着你什么？公司的业绩不达标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如果是我设计方面出了问题的话，我可以改，改到商家满意为止，根本没必要请新的设计师。我知道许墨尘是你的好兄弟，你别觉得愧对他就由着他的性子来。一个专门以剽窃他人设计为生的人根本没有资格成为设计师。我不想整个 DI 活在一颗老鼠屎上。林珊，我不否认你的设计很时尚也很前卫，可是近两年来随着市场消费观念的改变，迫使我不得不做出改变。现在离 DI 上市还有两个季度，如果完成不了业绩就辜负了我爸的嘱托。你别拿你爸来压我，要不是他恳求我，我根本不会选择 DI。 林珊，我知道你为了帮我受了很多委屈，但是我现在眼前只能先解决 DI 的问题，而且使用消失光年的炎夏也是试用期三个月而已，它归属在你的部门，如果试用期结束后你觉得不合适任由你处置，但是在这个期限内我希望你能够试着接受炎夏的设计加以改良，一起完成 DI 的上市目标。文笑，可是丁总，穆总监你也在啊？郑经理什么事？股东临时召开会议，请您过去一下。林珊，我们过后再讨论。消逝光年，炎夏。站在门口干嘛呢？不进来？这不是怕你生气吗？你知道我会生气啊？你最爱的甜食，就当道歉了。贿赂我？没用。别再装了，你就不是演戏的料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以后绝不再犯。看在你知错就改的份上，我勉强原谅你。这官司真要打起来的话，炎夏肯定败诉，就算转让铺子也不够啊。我可不想炎夏去坐牢。妈，这什么急事儿啊，忙忙躁躁的。不用担心。没头没脑的说什么呢？ DI 集团不是要告解剽窃吗？结果今天 DI 的人来找解签合同，解要是签了合同不就是 DI 集团的设计师了吗？不就等于自动撤诉了吗？你说的是真的？那他签了没有啊？好像还没有。我也不知道解心里怎么想的。哎，他不想想看，只要能进了 DI 集团，我们家的手艺不就能广为流传了吗？啊，妈，你去哪儿啊？找你姐去。难怪人家说吃甜食会有幸福的感觉。但是悲观才是真正的人生。悲观主义者，能不悲观吗？剽窃罪，咱们姐妹俩就算还三生三世都赔不上。这个呢你就不用担心了，今天那个人来找过我了，
他说只要我跟 DI 签署合约，他就不再追究了。真的吗？那你签了没？没有。为什么呀？ DI 不是你一直向往的公司吗？还是说你想放弃消失光年？所以李子琪，瞎猜什么呢？就算是我要签也不能随便签吧，至少他要满足我的要求，对不对？厉害了言下，懂得反客为主了。那你的要求是成为首席设计师，上班时间要自由，年薪百万，出入有专车，然后有豪宅居住，还要给你配个市侩庸俗。什么市侩？这不是合理要求吗？不然你的要求是什么？把我的钱包还给我。钱包？对，把我钱包还给我，就这么简单。言夏，言夏，我说你脑子是不是坏了？那个钱包是镶钻的吗？没有啊，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钱包。那这样，我和你商量个事儿，我给你买十个那样的钱包，你按照我说的样子，你去开条件，然后那个豪宅专车全归我。想什么呢你？只要他不把钱包还给我，这个合约我是不会签的。那万一，我是说万一人家真的还不了，你呢？继续打官司吗？言夏，闺蜜我还是暂时先离开比较安全。万一真被自己说中了，不就又……哎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完了完了完了！你要吓死人呢！怎么了？当上 DI 集团的设计师吓傻了？还没签呢。条件不满意没关系，我去帮你说。不是，我是因为……是因为……因为什么？你说，只要我能做得到，我一定会帮你。谢谢啊，我不想麻烦你了，我已经够麻烦你的了。你和我客气什么？等以后进了公司，我才要麻烦你呢。你就不要顾虑了，把合同签了吧。DI 集团设计师呢，待遇非常优厚，而且公司跟商家非常看好你的手工技艺，你一定会成为一线品牌的设计师。可是我……你是担心这家制衣铺吗？没关系啊，我让你当设计师，没有要求你把它关闭。如果你身体撑得住的话，我不会勉强你的。如果这真的是眼下的真命天子，那我就放心了。那我有事要先去忙，不打扰了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关心我闺女，我还不能来看看呀？行，只要不把我这铺子卖掉，怎么样都行。哎呀，这铺子比你的命还重要啊！哎，刚才那个男的是……妈，别瞎猜，嘘。啊，那就许你胡说，不许你妈瞎猜猜啊。好，你随便。言夏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该谈恋爱了。你不能光为了这间铺子，是吧？自己的终身大事也该考虑考虑了。妈，我还有事情要忙，就不陪你聊了啊。呀呀呀呀呀呀！还知道不好意思了。嗯，我觉得这男的有戏。墨尘，您的计划行得通吗？灵山是一个对感情恃才自傲的人，
其占有欲很强。文孝是一心只为 DI， 对感情并不开窍。只有言夏的加入，才可以创造他们俩的矛盾，我才有机可乘。牧尘，您会这么做，该不是为了对穆林山小姐的爱慕之心吧？别忘了，你父亲才是 DI 的创始者 ，DI 应该属于您，而不是丁文孝。别再耍什么把戏了，你父亲用漂亮的企划书跟完美的说辞把我们这些股东都忽悠进了 DI， 说什么十年大计 DI 一定可以上市，结果呢，眼看着十年时间就要进入倒计时了，现在公司的运营根本达不到上市的标准。这一季的时装秀又花了大笔的资金，商家还不买单。丁总啊，你说该怎么处理啊？哼，要我说，不是换掉设计师，就是换掉你。我知道各位股东是卖我父亲的面子，虽然我父亲走了，但他对各位股东的承诺，我也一定会做到。如果十年期限一到，公司上不了市，我丁文孝一定辞去总裁这个职务，而各位股东的损失也由我丁文孝一人承担。至于这一季的销量和业绩，我也在此承诺各位股东一定会达标。酒呢，适当喝是好东西，过量可伤身呢。少惺惺作态，我不需要你的关心。我是关心 DI 的未来，如果 DI 少了你这个首席设计师，就算有言下 DI 面临的危机一样得不到解决。徐墨尘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。如果你对我有什么不满，你就直接说，不要在私底下搞那些小动作。现在呢，又跑过来找我，安慰我说 DI 没我不行。男人，不就是因为神秘，才有魅力吗？那是那些没文化的女人才会被你的外表所欺骗，我可不会上你的当。痛，我这里好痛。你刚才那些话就像万箭穿心，让我萌生已久的爱意淹没在这血泊之中。别耍无聊的浪漫，说找我什么事。我就喜欢你这种直截了当。我呢，今天来是为了我哥们儿。你也了解文孝是什么样的人，表面看起来冷酷无情，但内心也是温润如玉的，在你面前毫无保留。也许只有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我怕再过几年，我想帮文孝都帮不了了。但是你不一样，阅历越广，资历越深，也就越有价值。我知道你的心里都是他，那为什么还要给自己爱的人制造麻烦？言夏，言夏，你就不能改改你那冲动的脾气吗？要说什么话之前先动脑子跑一遍再说呀。爸，你说我做的有错吗？钱包里的东西是我的精神支柱，如果钱包不见了，那我的主心骨也丢了。
可是我又不想失去这个机会。啊，你说人怎么那么矛盾呢？总是在面对选择的时候不知所措。什么？你说炎夏为了一个破钱包，他肯定有病。你别诅咒我闺蜜。你说那钱包里面到底有什么比钱和地位都重要？我猜呀，里边肯定有一张上亿存款又没密码的银行卡。去去去，如果有上亿，他不可能没有密码。再说如果炎夏他有上亿资产的话，干嘛还守着那个破支一破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，越有钱越要装穷才不会招来祸害。就像高手永远会隐居森林，绝不会在路边摆摊卖膏药。这什么理论？那炎夏他现在跟卖膏药的有什么分别吗？哎，我问你件事儿啊，你说这炎夏那个破钱包里到底什么秘密？大哥，现在是我在问你，不是你在问我。经过我如此巨细无遗的分析下来，答案只有一个。什么？说来听听。听好了。什么呀？你大点声。无解无解，我哪知道他那个破钱包里有什么东西啊？真是的，你给我跟我剩一块。马上召集销售部门和市场部门有关主管开会。希望这个方法能解决销量问题带来的危机。你好，你所预定的 DI 这一季验制系列因工厂原因无法按时交付。实在抱歉，我们也是很无奈，请您谅解。您是老客户了，对，我知道，我相信您能体谅我。但许墨尘的三款主打我们一定会按时出货。好好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。我知道您并不满意那几款，是为了照顾我们公司才预定的。公司将会赔偿您所有损失，也解决了你的烦恼，非常谢谢你的配合。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这几款只保留100套，其余的生产出来全部销毁。如果股东问起来的话，就说所有的损失由我丁文潇一人承担，只保留许墨尘的3套批量生产，其余的如有商家预定，全部退订。如果商家要求赔偿，按照规定。责任我来承担。墨尘说的没错，现在公司必须要注入新的血液。听说丁总昨晚发火，只保留了许先生那3套被修改过的样衣量产，其余的款式都被一把火烧毁。看来 DI 首席设计师的地位不保喽。文笑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除了墨尘修改过的3件样衣量产，其余的全一把火烧毁了？林珊，你先别生气，你听我解释。做都做了，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如果你真的觉得消失光年的炎夏那么好的话，你可以直接告诉我，我可以把我这个位置让给他，没必要做得这么绝。林珊，我会这么做，完全是为了挽救这一季的业务指标。衣服都烧了，怎么完成？你仔细听好，产品生产过量，消费者不买单，所有货品需要清仓，你会怎么做？打折。
打折之后如果消费者还是不认同，那要怎么办？以成本价出售，或者低于成本价。现在解决清仓的问题了，那我问你，公司的利润在哪儿？我再问你，全世界消费者的心理是什么？当然是物以稀为贵啊。好了，这就是我的答案。丁总，没事，你说。您所保留的几款不被厂商看好的成衣，全部以销售额以高于市场10倍的价格购买。不仅如此，成衣价格被消费者一路炒高，你说我们要不要乘胜追击？先不着急，林珊，我希望你能够尽快修改那几套设计，3天之后我们出第二波限量。没问题。我还有事先走了，晚饭见。就立刻签约，没有任何条件。不好意思，我帮你。对不起啊。稍等，小偷，你以为你穿的人模狗样我就不认识你了？不好意思，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不要装傻充愣，把钱包还给我。绝对不能让他看见我妥协的样子。怎么了？是考虑把钱包还给我了吗？我今天来就是想证明钱包不是我偷的。口说无凭。那也是你的问题，你不撞我，我钱包怎么会丢呢？行，不过我就是很好奇，你钱包里到底放了什么，这么焦急？钱？多少钱？2万？不可能，那里面放不下。1万？也不可能，那么就是5000。这个你不用管，签约可以，等我找到钱包为止。不用找了，是这个吧？不用打开看，里面没钱。谁允许你看我钱包的？我可没那么好奇，钱包丢了几天，在路上难免被人打开看看，把值钱的拿走，不值钱的留下，不是吗？我不信。不管你信不信，现在钱包已经回到你的手上，可以签约了吧？签就签，谁怕谁啊？等一等，签约之前我有一个条件。说。我呢，每天只工作5个小时。只要你任务能完成，没问题。上班时间不定。可以。你说的，不许反悔啊！不反悔，现在可以签了吧？签就签。
林山，最近一段时间辛苦你了。我不辛苦，整个 DI 最辛苦的就是你了。文笑，对不起啊。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？都怪我，只从自己的立场出发，从未从你的角度出发过，给你添了很多麻烦。别这么说，在我刚接手 DI 的时候，你义无反顾地进公司帮我，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。对了，你修改的设计怎么样了？已经修改好了，明天就可以通知厂商生产了。文笑，今天你那么着急地离开公司，是公司出什么问题了吗？我去签合约。是我的设计得到商家认可，可以批量生产了吗？不是，我跟炎夏签署了设计师合约，